哪是那么秘密？牛大红让鬼子给抓住枪毙了，说是贪污军饷，跑路的换放了。牛大红给毙了啊？为啥呀？不知道啊。是不是知道他暗通清风里的事儿啊？梁三也暗通清风里了，他咋没事呢？哎呀，这很难说啊。也许是北村故意把他留下的。 梁三又投了鬼子，他要拿袋儿。老葛，你怎么敢说他就没这个胆儿呢？你想一想啊，如果牛大红因为他真的是这个，贪污军饷被军把他毙了，那他换一个人来不就得了？为什么要换房呢？这个呀，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北村发现了牛大红暗通清风里。哎呀，他发现牛大红把梁三留下，让他继续在那守这个炮楼。 老葛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问题可就严重了。我得让我们家老三到城里去打听打听，牛大红到底是咋死的。老三能打听啥呀？能，老三能打听。当心点啊。 媳妇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你们一家老小都包在我的身上了，我会把你这几个孩子养大成人。啊，有事儿，你爹是个中国人，长大了你要像你爹那样，啊，现在你就是家里的男人了。 别哭了，孩子。哎呀，可给我饿回来了！这几十里路来回给我跑的，容易吗？你说，哎，干点活就要工钱。你这打听到没有？打听着了。说这牛大红确实呢，是因为贪污让北村太郎给毙了的。跟谁打听的？哎呀，嘿，你兄弟我是什么人物？那朝阳城里。 哪儿没有我的人呢？你别跟我耍花活，说跟谁打听的？不瞒你说，那个保安司令部里头有个副官，你是我的牌友。又赌去了？没有，你要再给我喂马粪，我可啥也不告诉你啊！行行行，说。我们俩呢，经常牌桌上见，我呢就是跟他打听，这没错吧？他能跟你说实话？那保安司令部里又不止他一个打牌的，是不是？那我都问了，都跟我这么说。 那能有个假呀？说这个牛大红啊，被北村太郎抓住之后呢，他不仅贪污，他还跟北村太郎嘴硬。那你说北村太郎一生气，不把他崩了，把谁崩了？对不对？那为啥整个炮楼的人都换房了呢？别提了，那炮楼的都烂到心里了，当官的贪，当兵的也贪。嗯，北村太郎一生气，就把那炮楼都给换了，完事了吧？ 这个呢也不足为凭，那要是鬼子故意放的烟幕弹呢？杨老三说了，说这个牛大红确实是因为贪污军饷被枪毙的，北村这么干也不是头一回。现在我就担心这梁三儿。这个事情，干爹，干爹，哎，干爹，哎呀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这找您挺苦的。啥事儿？干爹，我这真是有急事儿啊。我，说。 王先生是靠得住的人啊，干爹，我大舅子也让北村给杀了，啊？为啥呀？因为贪污啊！干爹，我怕这个他们要查这鞋子来源，我不就麻烦了吗？干爹，这两天这北村跟疯了似的，杀了我好几个弟兄了。干爹，咱这鞋的事儿，要不先停停吧？也是因为贪污？哎呀，那还能因为啥呀？ 干爹，前两天我大舅子跟我说，说日本人查得账，我没信，我也不他骗我呢。你说这就真的？干爹，这我大舅子成我害的了，这个，你说我可咋跟我媳妇说呀？这都，梁三儿，算我欠你的，啊。
一会儿我给你30块大洋，你拿回去啊，给你大舅子家啊。嗯，这事儿对不住，那生意上的事儿先停下来，我得为你的安全着想。安迪啊，还是你通情达理啊。哎，让人笑话吧！去去去，走走。干爹，这人是谁呀？啊，王先生一个学生，这帮娘们总跟他闹。哼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梁三。啊，哎。太太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对我有点怀疑了。只要你没死，你就得守在那儿。是。只要你忠心地为大日本帝国服务，我们也会尽量保护你的安全。谢太君。最近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太君，有一件事儿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什么事？我发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注意的人，好像有人跟他叫北村。叫他北村？你听清楚了吗？也没有，好像叫北村，但也好像不是，又像是。他是什么人？长什么样？这赵老嘎说他是沈阳来的学生，和那几个挖石头的是一块的，长得就是个普通人，像个农民。次郎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啊，你不是亲眼看到吗？难道你听错了？没有没有，那是我亲眼看着的，我还听着他说话了呢。也许这回我听错了，其实也就是个中国人啊，不，就是个满洲人。好吧，你去吧。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次郎。北村家族的人不可能苟活在中国人中间，不可能。你是从梁三炮楼那边进来的？对。没发现什么异常？那倒没什么发现，就是站岗的伪军有点紧张，还告诉我让我小心一点。在朝阳城里没听到什么风声啊？我倒是打听了一下，也说这牛大红是因为贪污才被北村太郎给杀了。还有梁三的大舅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和咱清风岭有关系的两个人同时被杀，老师啊，这件事咱们一定要警惕。可是这个赵老嘎，他对梁三很信任。哎呀，我却觉得值得怀疑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清风岭通向外界只有梁三的炮楼这一条路了。不管他梁三是不是投降的鬼子，咱们都要用他，但是一定要防着他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老师，还有一件事，这北村次郎还是让他走吧。为什么？你们发现什么了？说句实话，这次我去朝阳都没发现什么。北村太郎以为他死了，回去以后替他向天皇请了功，还给他立了一块碑。但就现在，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啊，老师，咱们办什么事儿都要谨慎为好。老师啊，清风岭对于我们来讲太重要了，我们容不得一点点潜在的威胁啊，老师。这个北村次郎，他怎么对清风岭有威胁了？啊，你不是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吗？可是这好了好了，这个问题不要再讨论了，除非你能证明他对清风岭的确有威胁。小明啊，你这样看待一个人，我对你很失望啊。我们不能因为战争就改变一切呀，啊，不能因为战争啊就失去对人性的基本判断。不要再谈了，好吧，先生。哎，老大，老大叔。请坐。哎，我听说向先生进来了，这看来梁三儿那没事儿啊。那也不足为凭，只要鬼子不动他，那条路总是通的。那天你忘了，梁三儿来的时候，那些妇女跟北村闹，这梁三儿都知道啊。那梁三儿要是投了鬼子，那大北村还不早就来找来了？所以我看没事儿。那也不一定。
说不定他没听清楚啊。他听清楚了，我俩回去的路上他还问我了。哥，那这生意不行了，那咱清风吃啥喝啥？嗯，梁三他大舅那不行了，我还能另找门路呢。找也不能现在找，鬼子现在正怀疑梁三呢。哎呀，要找就得现在找，趁着梁三还有用，咱赶紧找，等他被鬼子发现了，咱找他也没用啊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就看眼前那点钱。婶子，婶子。婶子，我不活了。咋的？你慢慢说，出啥事了？多少脑袋，那不是个东西。咱进屋说去啊，进屋说去。这丧还没发完呢，他就趁着天黑摸进屋了，不管老人孩子在面前，就对我动手动脚。要不是牛顺要跟他拼命，这回就怕人家得手了。我不活了，我跟着牛大红一起死了算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牛顺他娘的，你说你出来死要活来的，别说这话啊。没事没事，这事儿他们得管啊，我们得管啊。说，婶子，大红他死了，我们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孤儿寡母的。我来之前跟家里人都说好了，你们要是不管他，我们的一大家子十来口子一跳就死了算了。哎，这咋又说这话呀？你说肯定管啊，肯定管。没事，你别哭了啊，我们想想办法。走吧，走吧，来回去吧啊，肯定管啊。这多少脑袋啊？这也太猴急了！哎，你这上哪儿去？你干什么去？我找他去。上哪儿找他？你真行啊！翠翠还在，你给翠翠留点脸面啊。我给翠翠留脸，她给我留脸吗？啊？清风岭这么多年没出过这事儿，我非把他赶出去不可。哎呀，你这脾气咋这么急？他说啥也是你轻点，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快点说两句行不行？三，你快点，好，来来，这这多丢人这事儿！丢人，丢人是丢人，不是我跟你说呀，这你把清风岭的兵权都给人家，你这钱跟他掰了，你这怎么整啊？对呀，我说给他就给他了啊，这兵权我说拿回来就拿回来。我信你能拿回来，那马婆不还一侄子人呢吗？西边炮楼刚出事儿，你们俩又弄这，也真行。你不能想个别的办法？对呀，你别急，咱想想办法啊。啥办法？啥办法？老三呢？啊，嫂子交代你个事儿哈。啥事儿？你去找多少脑袋？啊，你跟他说呀，你别那么去弄人家媳妇儿。他要想真只想就明媒正娶啊，让他明媒正娶。他想明媒正娶，你就让他来找你大哥商量。好，行，好了，你好好跟他说啊。你放心吧啊，我是谁呀？放心吧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个他了。娘跳得带笑啊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差。上二哥，你看着了？早看着了。那过去是牛大红挡着，你看咋的？这会儿牛大红都没了，谁管得着？我这儿正等着呢。你等啥？等出了气呀、啊。这牛大红死还没七天呢，这会儿不合适吧？你等出了气来，我就找我哥去。哎，怎么的？这个事儿怎么还得找你哥呀？你想啊，他家人家不是清风岭人呢，住咱这儿是寄人篱下。我哥让俺家，他干不下了。那反过来也一样啊，我哥要是不让娶呢，谁也娶不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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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哎呀，怎么说呢？这不，顺着娘吧，实力不是找他爸，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带村的过日子，他妈日子过挺苦的。就这样吧，那些年我也没经再找个女人，可是自打顺顺嫁到你家以后，哎，我忽然间就想这心里空落落的。尤其一到晚上，看人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，我这心里边就拴起了我的，可不是滋味。哥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兄弟啊，相中一个女的，想让你帮着我撮合撮合。谁呀？牛大红的媳妇儿啊。 牛大红不刚死吗？啥刚死？这不死了都多少天了吗？你听我说，哥，你说牛大红活着吧，我对他媳妇呢就得当嫂子是那么看待。可是现在牛大红死了，他媳妇不就成寡妇了吗？我哥，他说也合情合理的。这还有我哥，我听说咱们家山兄弟也相中他了，又真那样，我就你这想哪儿去了你？我们家老三耍钱把媳妇耍跑了，啊，还给他找媳妇。我说二脑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这婆婆妈妈的事儿我也管不了。 你到我们家去，嗯，让你嫂子给说说，让她给保个媒，行不？哎，那可太好了，那走走走走，干娘，哎，你以后可就是我的干娘了，我以后什么事都靠您了呀，干娘。那可不咋的，你刚才不是刚才给我磕头了吗？磕了头就是你干娘了，以后有啥事儿有我呢啊！放心，谢谢干娘。这老婆婆咱就是一家的啊，以后有啥事儿我们来找你。干娘，他要是来横咋办？来横他？嗯，他敢。 哎呀，我没事儿，来横的咱有办法对付他啊。嗯，干娘，我以后就靠您了，干娘。好，嗯，放心吧，嗯，干娘我走了。哎，啊。翠翠啊，哎，饼子贴上了。贴上了。娘，咱们溜走回家吃饭啊？没有。 看那也一大家子人等着他做饭呢，翠翠，先停会儿来，娘跟你说点事儿。娘，嗯，啥事儿啊？这事儿啊，娘还不太好说得出口。娘，咱娘俩还有啥事儿不能说的？哎呀，照说这事儿吧，也不怨你爹。你说自打你娘死了以后。 你爹打了多少年光棍啊，是吧？本来呀，我和你公公还合计着在清风岭替他找一个，可，你爹他又咋了？不咋说呢，这就牛大红他媳妇儿，他跑来找我哭，说你爹晚上把人窗户来的。其实你说啊，牛大红死了，他媳妇儿现在守寡了，将来呢明媒正娶的，只要人家愿意，这事儿没啥。 可人不愿意啊，对吧？人不愿意，这不是才跑来找我认了个干娘。他跟我说他怕你爹再去扒他家窗户。娘，别说了，俺爹他不能去，俺管这事儿。翠翠啊，你看这事儿娘本来不应该告诉你，这没事儿，娘放心吧。那，你去找你爹说说。啊，行了。 爹，坐。哟，怎么了这是啊？爹，你去牛大红他媳妇那儿干嘛去了？这还说什么呢？我到人家干什么去？我。爹，你也看见了，牛大红他媳妇认了我婆婆当干娘，她就是我嫂子，你动谁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动她呀。你要是动她。 你闺女这脸往哪放啊？这孩子怎么说什么话呢？这是谁让你来说的？你婆婆让你来说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。爹，娘过世后，你一个人过得辛苦，闺女心里知道。咱托我婆婆再思想你好好的给你找一个，咱正儿八经的过日子。但是你不要动牛大红他媳妇儿。谁是你嫂子？啊？怎么的？磕个头就你嫂子了？你看你这孩子话说的。 刚才说话挺好听的，啊，听着挺心疼爹的，说爹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，你说说就下道了，怎么的就为你婆婆着想啊？
你就不为爹想想啊？爹，我就是为你想才这么说的。牛大红他媳妇儿是我嫂子，你动我嫂子不就成了八回将了吗？这名声传出有多难听啊！什么八回将啊？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我成什么八回将了？再说我又不清风岭的人啊，那名声不名声对我能怎么的？那个能怎么地？你不是清风岭的人，我是。你要再去招惹他，你闺女今天就死在你面前。喂呀哈，行啊春儿啊，你越来你越长本事了，你是不啊？动不动就吓唬你爹呀、啊？你动不动你就使使的，你使去吧你，你不孝顺你孩子，你使去吧，使你吧，使去吧。怎么的，你孩子啊？你干什么去啊？哎呀呀，你干什么？他妈，你这孩子，你真使你这孩子，我不招惹他，你不招惹他，警报孩子。再说。哎呀呀，你干什么？他妈，你这孩子，你真使你这孩子，我不招惹他，你不招惹他，警报孩子。再说。你要再去招惹他，我不会一定会知道。只要让我听见，就别想再见到你闺女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当家的，哎，刘大红他媳妇跟我说，现在二脑袋看见他都绕道走，不敢跟他正面了都。咋、了这是？不舒服啊？没咋的，不说话就不舒服。你从来也没这样去。嗯，到底咋了？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哎呀，这七小妹子也是啊，走这么长时间了，连个信儿也不来。你看，你想哪儿去了你？那你空落落为啥呀？哎，我想起曹军长来了。你看看人家曹军长，你再看看我这两个兄弟，啊？三股棒死了咱不说了，你看这二脑袋这都干些啥事儿，我咋不早交曹军长这样的朋友呢？就为这事儿啊，那现在交了不也不算晚吗？嗯，我不知道曹军长他们现在在哪儿。你不回来谁也不动筷儿啊，好几年没出山了。是啊，那就过了年你上山外头走走啊。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又要过年了。又要过年了。又一年过去了，哎，我说北村呢，你这个日本人好人，王先生，为了你那石头，二脑袋，为了
咱们兄弟之间的情谊，咱们喝点。还有，为了二哥早日修好那条路啊！对，就见你了，干了啊！来，诸位慢吃啊！宝儿去哪儿啊？你还没吃饺子呢。行了，您老师去吧，去吧，都去。哎呀，你这个当嫂子的，你咋不让他吃饺子呢？你啊，你晕不倒他呀你？老二每次去修那条路都不吃饭，那肯定是小兰娘给他留饭了，这都不知道。你就让他留着肚子吃小兰娘给他包的饺子不完了吗？那咱们吃。来，我再去煮点啊。好的，热食吃热食啊。吃。你现在吃上咱包的饺子了吧？嗯，那里面还有我包的嘞，不知道爹能不能认出来。一定能认出来，吃。这永清在哪儿过年？你说永志、永清现在在哪儿呢？老卡叔在家吗？谁呀？在呢，进来吧，来。老卡叔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婶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这不是向先生吗？老卡叔，大婶，打哪儿来呀？我是从延安回来的。延安，对，我还特意给你们从延安带回来两位客人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姓马，叫马英民，这不马县长吗？老卡是我呀，上次打你这儿走，挨了你耳光，
这次不会了吧？哎呀，马县长，别提那事儿，我那时候不分里外，你别怪罪。来来来，上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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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对呀，向先生，你不说两位客人呢吗？那个呢？坐坐坐，进来吧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真的是你吗，儿子啊？你回来了啊？永清，娘的小永清，哎呦，回来了！想死，我想死娘了。你可回来了。今年让您老惦记了。全中国的敌后武装组织，这次我和永清同志到东北来，就是奉党中央的命令，到敌后来发动群众，坚持武装斗争。这中国地呀，闻名遐迩，已经成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。我党希望能和老杆大哥合作，共同开展敌后抗日斗争。抗日就在我们清风岭抗就行，你说你们人也不多，这出去咋抗日？我党刚成立的时候才十几个人，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，加上我党领导的民间抗日武装，那不知道又有多少人。这抗日是全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，我党提出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共同抗日。老杆啊，你愿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就是朋友，是战友。马政委啊，我们永清啊，在延安这么些年，多亏您照应，他嘴巴太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永清啊，非常聪明。哎呀，你看光这脑子还缺床被子。永清啊，你领他们先过去，我上你们嫂子他们拿一个。哎呀娘，那您领马政委、夏梅同志先去吧，我拿去。啊、哦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马政委，哎，向先生，请进吧。好嘞，好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好。永清啊，进来吧。哎，嫂子，娘让我来拿床被子。嫂子，这给我哥做的。我哥最近有信儿没啊？就想起你哥，这一晃都十年了，一点信儿都没有。他咋这么狠心啊？
又美丽中国。听山上这一刻，既然是生死遭遇无从抉择，我把钟爱留给你来记得，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。冬去浪漫的悲歌，且让柔情永远。